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辛巴。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，我在我们这边的一个海滨工业区，然后周围是一个海滨的应该游乐场吧，给大家讲解一下 Z650。但是这个车我并不是特别的想讲这车具体怎么样，而是借这台车讲讲我对于中排量的一些看法。好，先讲这辆车吧。这辆车之前我拍过一期视频，是 Z650 的前车主说了很多思绪内容，车主的意见，所以大家可以想对这辆车有深入了解，可以看我以前那期视频，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份左右拍的，在我 B 站上面有。我自己骑这辆车，我今天一路骑下来，我觉得作为650级距啊，它骑起来我觉得跟CB650 去比的话，可能最大的缺点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排气声浪，双缸跟四缸之间真的没有办法比拟。而且我在拧油门的时候，我也能感受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他们两个账面数据差不多，但是你拧油门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 CB650 的反倒扭矩来得更快一点，那 Z650 会慢一点。但是650级距的排量在这里，账面数据在这里，动力不会说不够用，动力也是完全够用的。无论是在城区里面骑行，还是在郊区在大直道上去拉，提速都是非常快的。来讲讲我的思绪吧。思绪我想分两方面来讲。第一方面是前两天我有个粉丝问我说，他是宁驾400往上升，买宁驾900合不合适。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周围的人这种问我的观点其实不止他一个，就是很多人是从400cc， 比如说杜克390，比如说宁驾400，或者说更小排量 GSX250R这些车，大家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上 600cc， 好像直接是都是上公升了，就准公升，比如 Z900 就是上10万元价位了。那我觉得10万元价位你如果买 CB650， 宁驾400上 CB650 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是如果是 GSX250 上到 Z900， 宁驾400上到 Z900， 我觉得真的动力之间的那个差距有点大。我真心建议大家要玩的话，还是中间停一下，买一辆 600cc 排量的车， CB650 也好， Z650 也好，宁驾650也罢，就是600级距的车大家还是可以玩一玩的。那我当时自己从 RC390 往上升的时候，我选择的是 CBR500R。 那的确 RC390 跟 CBR500R 其实动力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距，所以提振幅度比较少，只是动力低扭更加充裕了而已，然后双缸跟单缸之间的优势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过渡会平和一点。包括中间还我之前也骑过这个宁驾650再到900，其实这个提振幅度还是能接受的。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新手来说，我比较担心的是我周围真的有人是从 GSX250R 直接上到900的，我真的挺担心的。其实900的力量要比250级距入门的300级距要大很多，不是大一点点。我说我自己好了，我 600cc 到 Z900， 我到我900卖掉我都没有在一档满过油，就900的力真的非常的大，就挡挡都很猛，就是这种概念。如果你是一台250级距或者400级距，宁驾400你已经骑了2年了，那我不会说这些话。但很多人其实换车的原因，以我作为为例，就是跟人家大家骑出去买辆250可能就骑了3个月，那跟人家一起骑出去，觉得人家的车直到拧起来立马把它甩下来了，就他想换更大排量，可能他们对于排量的认知还是真的是只是拉直道，其实还蛮危险的。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等一等，就从250入门可以到400，可以到500，可以到600，这样子中间停一下，再玩个1年，再骑到900准公升或怎么样子都可以。不要觉得这个车比如说7万块，那再加2万块钱你就可以上 Z900 了。我觉得这辆车有这辆车的乐趣， Z900 有 Z900 的乐趣，不是加2万 Z900 一定变得更好。那我以这台650为例好了，我觉得 Z650 在直道上面的摆正的速度，包括整辆车的操控体验都要比 Z900 好。 Z900 其实它车头比较大嘛，你因为我是上一代 Z900 车主，那 Z900 车主是就很明显，你骑过 Z900 你就知道 Z900 的那个，因为座位很低，它骑行三角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不像正规的机车那么运动的，它是有点类似于有点小巡航的骑姿，然后车头又很大，其实是没有那么灵活。像 Z650 它双缸的车也不重，然后我觉得在街道里面穿梭就是很棒，
像 Z900 啊，我基本上钻车缝这件事情对还是错我们不去管它。 Z900 我是不会钻车缝的，这辆车是可以穿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一直觉得 CB650 比 Z900 好玩，虽然价格差不多，其实但是它们的体积差距比较小，比较大。然后这辆车体积就是跟 CB650 一样，你也能获得一样的乐趣，只是 CB650 你多花的钱获得了更加好听的排气，获得了四缸更加平顺的输出，只是这样而已。但是这两辆车骑行的快乐感，就是操控感，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真心希望大家在从小排量升到大排量中间停一下，哪怕250上来你可以停一下400，400上来你可以停一下650。真心的，我自己的过来的观点，每一个排量哦，哪怕是踏板车，125踏板有125踏板的乐趣，300踏板有300踏板的乐趣，提妈妈有提妈妈的乐趣，街车也是这样子。你从250啊，我介绍 Z250 的乐趣，宁驾400的乐趣，宁驾650的乐趣，每辆车都不一样，你获得的乐趣完全不一样，不存在排量越大它越好玩，其实你获得的乐趣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就是这个观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我的想法是，这辆车其实是在卷毛这里，这辆车况很好，无倒无摔，完美车况，但是这辆车的确在卷毛店里面大概已经放了将近一个月了吧，就证明这辆车没有人来买，因为卷毛不是个很黑的二手车贩。为什么这辆车会放一个月呢？我觉得很多人啊的确不会想起它，这点也是我比较纳闷的。大家真的是为了面子直接去买900了吗？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打在弹幕上来跟我讨论。其实我觉得这辆车很好，我之前那个朋友去年买的时候也是我安利他的，包括我今天自己在骑，我觉得也非常棒，我不太理解。然后其实有个现状的确是这样子，就是 600cc 的车变得越来越少，包括之前本来说 F5 已经不更新了，包括国内你在能选的 600cc 级距的车其实也不多，国产品牌也好，国产就 NK25 NK600 黄龙600也就这么几台车，那合资车更少，合资车你能选的车真的非常的少。好像大家无论中国市场还是国外市场，大家都觉得这个排量可能不是个甜点排量吧，就是大家觉得可能加一点钱就能上900，准公升的味道更加吸引人。可能是这样子吧。但是我个人，从我个人的角度，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喜欢 600cc 级距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水平，我的对操控的需求，我还是比较喜欢600的。包括我最近很喜欢的765 RS 就是小青蛙，包括以前我很喜欢的790，就是 800cc 以内的这些车我都挺喜欢的。到了公升，反倒我个人来讲，我也骑过很多公升车，我觉得反倒到了大排量反倒会给你那种车太大了车比人凶的感觉，但是小排量中大排量反倒我自己能玩得更开心。这么一点点小私货，借着 Z650 跟大家聊一聊，借着 Z650 我再说另外一个事情。好，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买二手车的一点点我的小心得。买二手车记住三点，第一点是车的年份，就是尽量买像现在2020年，你最早最早如果你不懂车的话，买18、19的车就不要再往前了，因为摩托车这个东西你骑得越久其实摔的几率就会上升，就尽量买近几年的车，那摔的几率可能会降低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尽量买一手户，就是上一任车主是第一任车主，你是第二任车主，这种车也是比较好的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毛病。因为上一任车主一般你买新车的人都是比较爱惜的，相对来说会好一点，这是第二点。然后第三点，我真心给大家建议，就是如果车是倒过的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就是倒车跟摔车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了，倒车的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我甚至我自己买二手的时候，如果是倒过车我还更能接受一点，因为它还能更降便宜一点，懂我意思吗？倒过车其实没有毛病，一般的新手车像入门的车都会倒的，你自己作为新手车也会倒嘛。但是呢，不要买摔过的车，哪怕它已经复原了，因为它车架可能歪了，就是会有很多其他方面你不知道的毛病，非常不建议大家因为便宜去买一些摔过的车。包括像这个车装了护杠，其实这种护杠啊，装在这个位置，它如果摔得比较厉害的话会影响车架的，
它如果倒车没有毛病，它如果摔车的话，这个位置上它其实会影响车架的。老司机根本不用看我节目，对吧？你新手就不要碰，不要碰摔过的车，你哪怕它便宜，因为你到时候二手卖掉的时候可能会卖不掉。如果你的车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有遇到过你在试车的时候，因为你试车不会骑得很快嘛，60码，之前有二手车拉到100，然后整个车就开始抖了，100多抖了，因为没有修复的很完整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修车的，以我们自己这边为例，我们都是发到结实去的，看他找哪个厂，找哪家店了，就是真的水很深，修复的也不一定好，大家不要去买就完事了啊，听我的。还有一点呢，是如果是找贩子买车，那以我自己为例，我是找卷毛买的。我觉得找贩子买车呢，就是大家客气一点，不要在乎几百块钱。我觉得我自己这么理解，你打个比方好了，你自己去收，比如说比他便宜1000块，他1000块就给你拿了，他赚1000块钱，他帮你过户啊，全部弄好了，这是人家辛苦钱，你以后车有什么问题啊，你也可以找他。而且像他们开店的，基本上都会负责到底的。基本上你不会说，哎，你这个车卖给你就卖给你了，怎么样子？你这个车真的有问题，他们基本上也会帮你处理的，帮你修车啊什么，他们基本上都会的。我觉得这是人家的功夫钱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客气一点，没必要为了这么几百块钱，车好几万呢，对吧？你到时候有毛病，你自己找人找配件，你都不好找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吃过的苦头就是，你如果买一辆摔过的车，真的非常头大。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看我节目。如果喜欢我节目，请关注我。我们这个片尾再重新做。好，拜拜。我是辛巴，拜拜。